手，你最好是真的讲文武双全。然后单眼皮，印象中是单眼皮，有点忘记。但身高好像我有点忘了，但应该接近180吧。没有180，那个你带来，真的是很帅哎，而且他是压轴哎，他是广告小天王，他在疫情的时候广告也接很多，说不定你也认识。这个疫情有什么？真的。还有什么特色是我们需要注意的？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金城武，也有点像彭于晏。你讲这种真的？金城武要彭于晏的，可金城武跟彭于晏不像，就是他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风情，而且我觉得他是里面最符合 Summer Boy 的这个主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拉丁，很拉丁，很拉丁。等一下你看了就知道了，他不会这样出来吧？我觉得他可以，这个也太拉丁了吧？我真的会吐血。先出来可能是潘若迪哦，俊瑶，俊瑶，俊瑶，好，让我们欢迎俊瑶，来哦，拉丁式的，哇，好帅，不行啦，为什么我穿草鞋？他穿草鞋，我啦，你是 gay， 你是 gay friend 吧？他刚被误会是 gay friend， 你不是吗？不是，他有腿毛哎，你看他腿毛，我觉得很茂密，腿毛最可是浓哎，他会穿这种鞋子，我就不行，这鞋子蛮扣分，而且他衣服塞进裤子里。你干嘛？怎么会衣服塞进裤子里？然后还异国风情啊，不是 gay， 不是不是。你披肩拿下来一下好不好？哇，自己穿一下。不要不要，爸，自己。他给他第一印象哎，没错。他把袖子这个折法也，而且他第一次参加那个三铁赛事就得到前20名，我觉得超厉害。很少男生第一次去体力好跟帅是两码子事，对啊。但是他为什么把衣服扎进去呢？对，你为什么袖子还折？不是，你为什么把 T 恤扎进裤子里？因为被 Q 了，所以可以把它拉出来。哦，他在等 Q 了，还没被 Q 吗 ？OK 哈，我把它塞回去。没，我已经拉上。好，那你眼镜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塞不进去，我现在有面具，所以。OK， 这么实际的原因，没错没错。那需要先看一下你的腹肌吗？要。有需要的话，你有腹肌吧？我帮你哦。好，可以。一二三。哇，这还好。这还好。这一个配音还好吧？但是有啦，干净的。你该不会是会跳桑巴吧？这是拉丁，一个简单的 salsa， 因为好，你来来段 salsa， 拿着面具 salsa， 对，快，嘿嘿，开始。简单的 salsa。这个山里一定要是有人，要跟你们一起。为什么小孩子不让拿下来再跳啊？对呀，很奇怪哎。你对他也太不公平了吧？不是，因为我就觉得很不妙啊，拿下来。妙的啦，准备好了，来喽。压轴哦，来，俊瑶，3、2、1，请拿。很帅。很帅啊！我觉得他当然是比一般人帅，但是他头发太侧分了。对，这样也要拍？不是因为他头发太整齐，好像拍广告。哇，好像哎，有一点金城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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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也帅，有点像，哎，有点像哎，这样也好，有点像，哎，有点像阮经天。哎，你这样，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洗面乳的广告？你。洗面乳，然后这样，他现在这样感觉，然后抓开，他真的太帅啦，真的。来，帮我3、2、1，好。好，3、2、1，走。哦，头发没抓好。是帅的，是帅，帅的，帅，好不好？我觉得镜头前他应该很上下。台大物理系，台大物理系，哇，然后又会武打，然后又会画画。你会武打？台大物理一点简单的一些。没有，他太谦虚。那你要表演会加分吗？表演之后会加分。我觉得你头发要再乱一点啊。对啊，乱一点，不要太整齐，不经意的感觉啦。不要梳油头。你看这样多帅啊！这样快洗完澡，你这样就美很多。你刚才弄的什么头啊？对，错。好，来段功夫加分。好，简单的来了，俊瑶。哦，是真功夫哎，小的啦，小龙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班杰的感觉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是小班杰。在刚刚因为是戴让你戴着面具跳 salsa， OK， 那你可以露脸跳 salsa。salsa 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跳。哇，这个邀请。谢谢。这副吧，
什么？步法很简单，就是跟着男生这样跳，然后最好玩的就是哦，有底子，不错不错。然后最好玩的就是不错，转，国标舞转，哎。坐下来喝酒，这样你这不对，就被转晕。能不能来一些 Margarita？ Let's go， 这样子，没错。哎，你醒了。哎，我们要重温你刚开场的画面吗？你先醒了。我觉得突然月经都没事了。哎，有月经吗？哎 ，Sabrina， 你中了。哎呦，厉害了！谢谢谢谢，赞啦。小优，如果对面的几个讲真的啦，讲真的，你也不要就是 care Nick 的心情。你最想跟谁约会？ Nick， 对不起啊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俊瑶很有趣哎。对，就是又帅又有趣又聪明。他的灵魂是有趣的，而且他单身。你单身吗？刚刚问他单身。对。但是我是想说，如果真的就是约会看帅哥，当然是很开心，而且夏天来了就是养眼的，这样看冰淇淋开心之外，开心。其实平常我们当然就是因为疫情来了来了，很常待在家里会干嘛？看剧吧。对。或是在家里看小姐夫妻，看这样养眼的帅哥。可是你知道，就是我之前真的有，比如说一天追剧追8个小时都有过吧？有。对，就是可能真的不能出门，就要一直看看。结果真的眼睛疲劳到不行，你知道我就是连直播就开直播，然后直播手机这么近哦，就这么近，然后下面不是会有那个小字跑出来，粉丝跟你打招呼，那个看不见，我看不见哎，模糊的，那就是老花。现在老花很正常吧？就很早就会老花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要保养自己的精量真的很重要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有小法宝吗？小法宝哦。我今天呢带来的就是我们大陆姐最爱的叶黄素，还有虾红素的软胶囊。那大家知道，就是大陆姐她是学者嘛，她推荐的东西呢，首先就会觉得很安心。再来呢，她这个是 MIT 的台湾出产，品质保证，台湾的是不是就会觉得很放心？对对。然后呢，其实现在正常人大家都蛮常在家里追剧什么的，所以很容易就是精量会觉得很疲劳啊这样子。但是呢，你们知道，其实就是叶黄素，它是让自己的精量变好最重要的那个元素。但是如果你要让摄取那个叶黄素，其实最多是就在蔬果里面，像是什么地瓜叶啊、菠菜很多的，要摄取很大量。对。但现在人的营养就是都很不均衡。对。对。那它里面是从这个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，它是可以在各个时间吃都 OK 的，它没有限定的时间可以吃。不需要先吃，不用不用，就是可以的，在任何时间吃，任何时间补充都 OK。哦。那它其实里面呢，它是这样子，小小颗的，然后它呢是游离性小分子。所以它吃进去其实可以非常快的吸收。我想要问它跟市面上的那个叶黄素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真的，因为市面上太多品牌了。因为我自己之前都会常常去就是网络啊，或是店面上，我说哦，好多啊，怎么选择？这个它的特色是它是有这个虾红素的，它其实就是藻类呢，它可以自我修复的一个功能。所以你吃进去里面，它就很像是你身体里面的游击队一样，就是帮你呢马上2个小时就很有感，帮你自我修复。那它里面还有加这个玉米黄素，然后还有像玻尿酸等等的，可以帮大家呢把一些营养的成分都帮你补好补满。千万不要等到你的精量已经很疲劳的时候再来补叶黄素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像我那个，你看直播看模糊了，才赶快补充，就是都有点太晚了。所以平常就要持续的补，对，一直看三 C 好累哦。而且就是除了大人之外，现在小孩子不在家里那个远距教学。对哦，所以青少年也可以吃，可以，就是小朋友都像你的小孩子。我可以拿，青少年也可以哦。天哪，赶快吃啊！怎么会啊？我常会这样子哎，你会就会说这个，他我女儿就会说，妈妈，那里面成分写什么，还有说怎么吃？我说我看一下。
哎，那我们已经降了，还是可以吃的，要我们要赶快尿，赶快吃，对，而且因为它是游离型的小分子，所以很好吸收。哦，对，我之前有遇过那种，就是规定你一定要饭后才能吃，没有没有，我就觉得好麻烦。它就是随时的都可以补充，你想到哦，赶快吃这样子。对，要不然我怕以后小鲜肉看不清楚，真的对我们来讲，对呀。如果你在夜店看不清楚，然后白天带出来，发觉哦很恐怖，那真不行。你现在还会走这一趟哦？没有，我现在没有。或者是你跟小鲜肉去吃饭，然后一看菜单还要这样。对，小鲜肉马上，对，阿姨，你是不是下电话？我就这样，拿超远。所以对不对？尽量的保护真的超重要，我觉得超重要。所以真的叶黄素，而且还有虾红素，真的是比外面在 class 的感觉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但今天五位这个 Summer Boy 下来，有没有你心目中的 Summer King？ 只能选一个的话，哦天哪，哇！AD 是完全身材是太有点很厉害，对，很猛烈的。可是如果要一起去海边戏水的话 ，summer 哦，夏日的哦，哎，拜托你要找一个开心，陈达啦，开心，开心，立刻他会带你去蓝屿玩。谢谢了吗 ？Let's get it in。每个晚上10点也要记得收看《小姐不基地》哦，让他们继续跳下去吧。我们明天见，快动身上舞台哦。快来订阅《小姐不基地》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